恁囝无人疼惜哩。我哦，现在讲，你说的对，见多想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样再走了，人家还想请你看电影呢。你到哪儿去啊？你别乱走好不好？一会儿又找不着你人了。还打电话打电话，你早就跟人家勾结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怪不得你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的。我真的好累啊！你是要把我逼走了，你才甘愿是不是？你早就想跟大姐走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好啊，要走就走啊，要滚就滚呐。好，我早就想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。亚达，带他回家。哎，你亚达，你爸跟你妈住在一起，老得好快哦。嗯，走就走，笑话，我还在乎。早就该走了，他走我留下来。不要生气了，不要跟奶奶计较。怎么可能呢？妈这辈子根本就是为爸活的，像小绵羊一样，怎么可能这样说走就走？哎，电话都不通哎。哎，什么时候了还不吃饭呢？那个女人走就走了嘛，没有她不是过得好好的？老爸，你也没良心哎！老妈这样帮你做了一辈子，你还嫌？哎，好人，你这病人干嘛？什么病人？他没有生病，还不是一样一天到晚欺负老妈？算了，不要吵了，我先去煮饭了。好。哎，爸这样，我先回新疆去看一下，手机有，看什么问题再打给我。好。还有你，去复印看看啊。一直念念念念念。自己小心点啊。哎，那我嘞，我有什么任务？是你的顾客啦。年我都忍下来了，就算是病人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这个男人吼，都是贱骨头了。你对如何吼，一路不是款，把你背他不一定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跟他离婚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你应该不能疼惜你。哇，现在哥，你说的对，见多想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样再走了，人家还想请你看电影呢。可以吃啊，妈！我要吃泡面，很怀念哎。煮一碗泡面呐、啊！吃泡面，来，来吃饭了。妈，你跑去哪了？哇，妈，带人看吧，怎么买这么多这些东西？这辈子，我今天是最开心了，我终于可以吃我想要吃的东西，买我想要的东西。哎呀，你不是最爱吃蛋糕吗？谁敢吃？爷爷，我肚子好饿。那就到桌子上来吃饭，没规没矩的。谁敢过去？妈，这病人就别跟他计较了，他的话你就别放在心上嘛。病人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都要成病人了。老奶奶竟然变成大野狼，真是酷毙了！应该带奶奶去制服英雄，奶奶可能称霸另类无情了。来吃啊！拿着。爸，你不是爱吃吗？蛋糕。
爸，每个人都可以给意见，除了爷爷以外。而且奶奶很有恒心，就是不看爷爷一眼。走，我们走。好。我就在这儿甩手，我也不出去了。奶奶越是不要管爷爷，爷爷就越乖。原来叛逆就是这个意思。喜欢看的，不看，你的事儿我都不要看。梁山伯一心要把银台放啊，银台放。你讨厌，多大岁数你还学梁山伯呢？我心中只想住银台。呀，来来来，看看。一心要把银台放啊，银台放啊！爷爷与奶奶看了一个晚上的《梁山伯》跟《祝英台》，奶奶就不生爷爷的气了。早知道爷爷那么喜欢祝英，我就来教他好了，他对我就不会那么凶了。